常听牧师说，若祷告网建立起来的话，国家、社会、家庭会蒙福。当时我一知半解，但凭着一颗单纯相信的心，顺服教会的带领，参与247祷告网，透过每周的祷告文，不知不觉中对国家的事有些关心，祷告内容也不一样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原本刚硬严肃的老公突然一直主动找我建立关系，没想到27没多久，神就顾念我的家。现在我跟先生的关系越来越幸福、和谐、美好，感谢赞美主。